好嘛，但你看啊，很多人电脑旁边都会放一包乖乖，因为想要你的机器乖乖嘛。那这样的正机神物呢，哇，这个乖乖的逆袭超级厉害。以前呢，大家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再看到乖乖了，56年的年纪耶，年纪蛮大的，而且它还历经了10年的亏损。但是呢，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用全新的方式宣传，现在又重新活过来了呢？国珍哥，对，乖乖差一点从台湾人的成长记忆变成历史的眼泪，因为台湾的历史眼泪很多嘛，乖乖其实差一点就是了，而且它经营权还几度易手，所以到3年前才有新团队进来。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正机食物，不过乖乖转型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人你可以去想的，做企业是一个行销策略的改变，再来是人可以重新摸索跟定位自己，乖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，重新去定位自己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才从地方反攻到中央。不然乖乖一定很惨，很惨到什么地步，它到各个超商跟通路被摆在最后面，叫边缘跟角落的商品。你去看那个架子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，就是最红的，你要放在地上的那个真的就是卖不好。没有啊，超商通路讲平效嘛，你卖不好我当然不愿给你那个角落。所以那乖乖已经从地上又回到了大眼，回到主力商品，而且人家求他回来，这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样包围回来。而且他甚至我们要很小心了，这种老品牌，56年老品牌，除了经营权会争夺之外，其实很多人都忘记他了。所以乖乖在新团队进来的时候一样啊，那大家都行销嘛，试吃啊，大大的布偶啊，我其实还不知道大乖乖布偶长这样嘛，布偶跑到大卖场去要找人家合照啊，就爸爸妈妈愿意，老一辈愿意，小孩会想说啊，这什么东西，我怎么没看过啊，手上拿的都是进口的零嘴跟食品嘛，因为其实对台湾人来讲，它就是老一辈吃的东西，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了，所以他就重新新团队进来，重新就问自己，那乖乖到底是什么？这很重要，每个人都要去问自己，哎，到底你的强项是什么？所以他给人家的感觉，所以他去做过调查，给人家的感觉是，哎，你是平安的，是给人家安心的感，拜拜的，但是拜拜食物有缺点，他给人家安心，还再有点家乡味，但是他不能完全只是拜拜嘛，因为拜拜如果清明跟所有的那个普渡才拜，中秋才拜，或过年过节才拜，其实销售量还是有点有限。对，所以他就想说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那我如果是家乡的，给人家平安安平那个安心的感觉，那我应该去走挺在地，因为这是国外进口产品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下一页，他就开始去摸索说，那我开始去挺在地，我去走到乡下去。那他不止去想说，哎，现在很多其实我们很多的零嘴也会去换粉啊，什么蚵仔煎啊，什么各种口味都有嘛。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换口味，其实你还是陷入那个竞争嘛，你还是要杀价啊，推出新口味。所以他不是这么想，他想的是，哎，我到地方去行脚之后，我变成行脚节目，我还要怎样？我要卖安心，给你安心的感觉，我要卖家乡的感觉，我要挺在地，所以他变成一个行脚节目啊，不是行脚节目，或是行脚全台湾各地的一个新的平台，他把它订阅叫做帮助人家平台，让你安心的平台。那怎么做呢？那我就跑到台湾各地啊，到拉拉山去合作水蜜桃口味，到苗栗大湖去草莓口味，到屏东是有石斑鱼口味，到台东有凤梨，这变成有地方特色了。哎，地方特色，那这样其实还是停留在那一层嘛，就是换粉啊，换口味。对，你粉换来换去啊，可是他不是想这样而已，他想到这里说，哎，各地方都有农会，都有特产品，而且各地方都要行销跟观光。那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换这些口味之外，我包装还可以打，例如我包装可以有 QR code 或包装介绍。你到台东看热气球，就要吃下雪口味、下雪芒果口味的，或是凤梨世家口味的乖乖。顺便你还可以去带红乌龙，台东的特产，虽然还没有红乌龙口味，你可以带红乌龙茶回家。接下来我们台东还有一个很神秘的，叫外国人很喜欢的，参加什么冲浪节啊？气球节很喜欢叫木鳖果，天堂的果实，很有趣。然后把它介绍给别人，他就开始把自己当什么地方行销的观光大使跟农产品。但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看那个超微的那个苏志峰拿他的乖乖，对，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开始打开他的知名度。那这些限定特款之后一卖下去之后，通路就会发现说，哎，他有各地限定款，对，所以地方的各种通路就会找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把限定款也拿来我这样卖？所以本来超通路不要他嘛，他变成是，哎，通路发现，哎，这个东西大湖草莓口味的，我大湖当地的通路可以嘛？我云林咖啡口味的，我云林当地的口路，所以他又就变成当地的伴手礼，变成当地的伴手礼，而且再来他开始卖安心，就回到你苏之峰这些事情了。台积电就跟他合作嘛，正机食物以及各种哇，所以他摸索出来之后，所以他团队甚至非常厉害。
他在开经营会议的时候跑到各地方去开，然后再把地方跑到农田去开啊，跑到乡镇去开啊，就像那个员工旅游要去大甲镇南宫一样，要当公庙的挺公庙人嘛，而且有公庙的支持，地方公庙的支持，神明也爱嘛，所以乖乖就会变成各地最爱的，所以神明也挺台长，神明甜心嘛，所以他就会变成逆转回中央之后，乖乖怎样？在各地就开始有很多人就说啊，你回来再卖啊，你推出各种，所以连国防部还有汉光演习的乖乖卖安心平安平安的，再来是还有文昌帝君保重的乖乖，一路就开始各个通路就又要回来，重点是他摸索自己的特色嘛，挺在地啊，挺神明也会。